气球缓缓升空，飘在广阔的高台上，镜头一转，清澈海水背着氧气瓶和鱼一起潜水往山上走，还有 BBQ 和烤乳猪，充分展现台东的观光特色。是台中闹区的景点，绿油油的山头，甚至离岛的海岸线，陆海空在台东都能一次体验。为了推广观光，搭上国旅补助，台东县府特地到新竹举办说明会，让繁忙的就业青年都能享受台东漫游之旅。新竹有很多的科学园区，有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压力也很大，所以台东是适合能够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选择出游，放松自己，放慢自己脚步，一个最佳的选择的旅游的景点。县府邀请25家旅宿业和特色店家推广农产品，展现原民特色。暑假期间还有热气球嘉年华、国际冲浪赛等活动，预估暑假可带动超过100万人次到台东走走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